今天来到信义区，要来去吃日本式的猪排啦。今麦要来去是信义威秀二楼。日本猪排，日本人讲通卡子。饭跟汤都可以做续加。猪排。做嘴行。猪排、鸡肉、里脊、猪排。上盖只诶通卡子，听讲是为莲花镇开始的。即马来台湾卖东卡子的店愈来愈多啊，性质就是其中的一间。这边是咖喱鸡排，哎，看起来真好食款呢。啊，日本咖喱嘛是甲其他国家的咖喱拢无同款。台北有6间，台新北市有5间，桃园3间，台中3间，台南1间。啊，这边是煎猪排，甲着干贝。因为东卡子的卡子甲日本胜利的发音是同款，所以日本人若是伫要考试的时阵，拢爱食这种东卡子。啊，食食的感到一定的胜利吗？阿仔爱问日本人啊。猪排饭当然猪肉是决胜负。伫漳州听讲有一种叫做 Tokyo X 的猪肉特别好食。日本人阁认为食猪排配这种高丽菜绝配。好，介绍到这，啊，让我好好啊，吃一顿啊喽。